确认 acknowledgement 是公证行为中的一种，指签名者在某个时间、某个地点与公证员面对面出示需要公证的文件原件，提供满足要求的身份证件，向公证员表明该文件上的签名是他自己的，且是自愿签署，向公证员表明他明白文件的内容和目的。需要做确认公证的文件包括合同、房地产转让文件、抵押贷款协议、授权书等，因为这些文件常常包含有需要签名者同意的相关条款。签名者可以在与公证员见面之前或者与公证员见面时签署文件。公证时，公证员会先口头询问签名者以下内容或类似内容：您是否确认您出于本文件所述目的而自愿签署了该文件？无论之前还是见面时签署，签名都必须是原始签名。公证员执行完口头仪式后，会通过填写公证词、签字、盖章等步骤来完成公证行为。视频中显示的就是弗吉尼亚州的确认公证词样本。签名者应告诉公证员自己需要做哪种公证，因为大多数州不允许公证员来决定签名者做何种公证，但是可以为签名者提供例子或者解释，让其最终选择并决定。